说最后做出来哈，就是没有那个列标签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它那个里面聚集哈的问题还是怎么样？我后来发现就是说，如果最后你要能够正确，好像刚刚执行之后可以跑，但是变成什么列标签它没出现。那、啊、如果列标签没有出现的话哈，后来我发现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说呢哈。哎，你可能就是要调整一下那个程式执行的顺序，就是变成说呢，刚刚我们是，先拉列标签，再拉那个值，有没有三个？那你可能就两个颠倒一下，就是先拉值，再拉列标签，那录下来结果好像就正确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哦，啊，如果你刚刚已经录了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找到那个你录的那个程式里面有没有？这边呢、啊，哦。with 到 end with 这一段哈，实际上就是那个什么，实际上就列标签的那个动作。那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搬到哪里呢？搬到那个 end with 的上面，那么 end sub 的上面，就是把这个 with 到 with 这个范围有没有，把它放到下面来。好、哦、啊，这样的话哈、哦，我记得好像这样就可以解决那个就是最后那个问题了。哦 ，OK。所以最后假设了哈，把它颠倒，或者是说你可能录制聚集的时候哈，就是先拉值再拉列标签，这样好像录下来也不会有问题。这个可能是它里面的一个，哎，不知道什么地方为什么你先拉列标签就不会成功，但是列这个值就 OK 哈，这个可能就里面的一些它的那个。不知道是程式的关系还是怎么样。OK， 那最后的话呢，我们这个部分做完哈、哦，那再跑看，哎，再来一次哈、哦，就是再把它，假设我今天把那个列标签 with 到 with 这一段放在下面哈、哦，然后我再跑一次看看，这个把它删掉，然后让它执行一遍看看，执行这一段。那、啊、如果你担心说有错误啊，你可以按 F8。哦、第一个是游标放在 A1， 然后把它怎么样，哎，就是增加一个工作表，帮我把这个 catch 放进来、哦、然后再来就是先放值，所以它这个地方是先放什么，它这边是先放那个这个产品名称计算几个、哦、所以值先跑、哦、跑完之后的话呢，再来，哎，值有了，然后再几台，再来就是销售额，最后再把那个什么呢，最后才是放什么，它的列，这个列标签啊，其实列标签就是 orientation 里面的话，它是叫 row field、哦、有吗，里面内部的名称叫 row field， 这就列标签，它直接翻译，那 position 就是第一个 end with， 哎，这样的话呢就大功告成了，然后其他就是你再把列标签修改加格式那两行、哦、OK就可以自动产生，所以基本上哈、哦，我大概刚刚主要是改了几个地方，我刚刚有特别强调了。其实主要就是怎么样？主要就是把那个上面这边的那个，就是 add 的后面这个哈、哦，其实就是 after 到后面去 ，after 冒号等于血点 com， 这个可能要加一下，因为它预设好像加在前面，那加在前面的话哈、哦，就比较麻烦，比较不好去。找到它的位置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哈、哦，恐怕就是放在左边最后一个最好找哈、哦。那另外就变成说这个地方哈、哦，除了加这一行之外，那底下的话有一个 table destination， 这边可能要再加，跟他讲说哦，你帮我放在最后那个工作表，因为我刚刚新增就在最后工作表的那个的 range A3。啊，当然未来你想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放 A3， 我放 A1 可不可以，其实也可以啦，只是、哦、预设值好像多半是放在 A3、啊、当然如果你要变动了，你放 A1 储存可以 OK 啦、哦啊、其他就是那个我刚刚提过那个 default 的 value 那个值，怕是说如果你现在的电脑你的 Excel 版本可以的话，你换一台电脑如果它版本跟你不一样，那可能就不能跑，所以我习惯会把那个什么那个 version， 刚刚有那个 version 嘛，刚刚有提到嘛，你们录下应该有看到吧，有个什么default version， 这个 version 版本我这边是14的、哦、还有 default version 这两行可以把它删掉、哦、这个，但如果你不删掉我不确定是不是 OK 了、哦、我记得好像删掉是
比较一劳永逸的做法哈。啊，另外就是说呢，那个 with 到 end with 这个是列标签，可能要先跑值三个，再跑那个列标签就比较没问题哈。所以基本上我们那、啊、当然你也可以再把注解加上去了啊。第一个游标可能是放在那个就是 A1 储存格哈。这个可能就自己再加一下了哈，一可能游标就放 A1 游标，然后底下的话就是新增工作表哈，第二步就是它会自动新增，好像就是插入那个枢纽分析表，这个会自动哈自动增加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应该是插入枢纽分析表了哈。分析表，哦，那其他的话就是把那个枢纽分析表里面不需要的东西把它删掉，啊，其他的话就是再来就是说哈，把那个先加，所以第三个可能就是先加值，啊，先记得啊，这个可能要先拖拉哈。那值的部分的话就是有那个三个嘛，就是计算那个总共有几笔订单，然后卖了几台，然后总金额卖多少钱啊，最后才是什么，再拖拉那个最后才是哦，拖拉到那个拖拉列标签 OK 哦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啊不容易哦，终于把那个我们的第一个枢纽分析表自动化做出来啊，当然只是第一步，后面的话我们还会讲到，如果你有很多个，你希望大量的复制、大量产生的话，其实都是从这边演变。如果所以你们下午啊，假如说这个不 OK 的话，可能一定要先做出来哦，第一步，第啊后面的范例会做到更大量的。好，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威力，不过待会下午的话，我们会把这个哦再做修改。加个什么回圈，回圈就是重复执行，它就重复全部做完了哈。好，中午先休息一下啊，下午休息到1:30哈，那我们1:30开始，好，那再讲那个后面的部分，好，可以先休息一下好了哈。